由于各地疫情防控政策和市场需求因素，目前各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相关城市到首都机场的航班，涉及到的城市主要包括南京、扬州、淮安、张家界、常德、郑州、德宏、宜宾、泸州、沈阳、芜湖、天府、海口、荆州。下一步将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和各地疫情防控的需要，对相关城市进京航班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。